今天爬什么山？爬山。八分。两片河发的，动动不动。马帮山这里有一个特色哦，我们沿路上去马山有很多的这个东西。有了吗？有了吗？非常多。负重，负重，负重几挂？挂负重今天挂一包，我一包按你来一块啊。不用，你不用拉我的手，你自己就要扫。啊，硬干之后的处理哦，很简单，你把放在冰箱得。啊，冷藏就可以。啊，不用把它磨成粉，都没，就直接是叶子。这是不是应该这个老一点的，还是那个？没有，刚开始都会这样，心脏还没打开。我都是一开始。刚开始心脏还没打开呀。对呀。不过一开始都会喘到不行，刚开始我就喘了，然后后面我就好。红胎草，今年有几个红胎？今年不红胎呢？两边没有了哈，招禾草啊，招禾草是按野外哈，上容易吹掉的。好，嘿嘿嘿，真好，今天有人可以照相，多方便。对呀，不屌哎。开始有兄弟爬山哦，需不需要脱衣服了？嗯，我也觉得，真的怪，那时候就起来了，呀，我还练习。你这种路不要练嘛，你说去，我想我去先去练练的，然后下坡的时候，哦，感觉。吓死了！然后是泰雅族，对，好漂亮。现在卖这个袋子吗？这个是，我们现在要去马拉邦山，才刚起步而已。往下看，中心部落。我们今天要去马拉邦山，那现在这刚起上山一点点，往下看是中心部落，非常漂亮。那中心部落主要住的是泰雅族。1.5，啊，1.5，是我们刚刚才走，我们刚刚走500公尺。对，我们这一定要隆重的拍，隆重的拍照，对对。好，我们现在在哪里？现在在马拉邦的登山口，还有1.55公里。有没有香？它是都有受伤的吗？肉桂是不是应该是背面它这个纹路比较那个？我靠，我会了哎，香哎，很香啊，比那个比较有是寿山香哎。嗯，对，这个。嗯。小心头。
看一下风景一下，安尼水无你看下去。而且今天走慢很多，好不好？嗯，对啊，就节奏比较好。这个比较刚刚好。嗯、哇，不要跟自己过意不去。很漂亮。你走走，安子峰哈，我比较瘦一点。这种天气爬山很享受哈、哦。对啊，嗯，真是舒服的天气。今天十几度，十三、十四，十三四度。然后呢，有一点阳光，暖，暖暖的，嗯，凉凉的，很舒服。这种路如果下雨天也是很挑战。是啊，一滚倒去啊，两千块的。继续疼了。低很多的，脱了脱了，嗯，假如啊，脱了，上去，那个军，对，你要军的，对啊，右边涂边，没边涂中间呐、啊，也是最小啊。这就是后发先至，真的哦。嗯，啊，你再丢啦。女儿的吗？儿子？儿子哦。我没有女儿。儿子哦，你儿子哦，那是你炸，是炸。我该炸。是阿妈的炸鸡。好漂亮哦。阳光。美，这个光影亮，这个好漂亮。阳光下，阳光下最美。对，至少是。哪里？哪里？这个小子，来啊！开这就行，你都行了，行。三四六九不？五到六的。来，我拍照嘛。对，我们这个树在五到六。这一堆漂亮，这堆还很红。今天的马拉邦山虽然枫叶已经掉了，但是呢，满地的树叶更美。我们。走在枫叶上面。这个是。他那个四个小时就不照相啊，背起来是背的一样，照相。你进去，我帮你算。六九也是啊。对啊。这是什么战场？马拉邦古战场。热了吗？前面来到枫林广场了。
这边红薯你还在。今天天气真好。江水阳。漂亮。风和日丽。哇，马帮山最美的地方到了。今天这个天气真的是美啊，你看红叶还这么红。然后呢，这是一个很棒的平台，我们可以在这边休息一下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早两个礼拜应该就树叶了。现在今麦五季的颜色都结苍凉的美。对啊，是啦，对，有不一样的美。哎，这个时候呢，地上最美啦。嗯，哟，这种是好。肉桂糖。哦，太好了，谢谢。啊，我刚看到那一颗啊，可是我以为是红糖。那么是一颗红糖，这是红糖。哇，这个地上好美啊，怎么光影这样子？这里真的很美啦，你看这个地上。这个地上这么美，一定要多拍一点哈！难得今天的行程这么轻松。哎呀，我们要让他自己走。他和阿妈不太能适应的。对呀、啊，近视啊。然后上好算就是差不多一岁多了。对啊。然后呢，煮两岁之后你就起死啊。对啊。我们现在那个就是猪狗嫌啦。开始拢讲不要。嘿，一点就答对了。哎，我们今天感觉也很像包山吗？遇到那几个人，难不成？圣山吗？那个周族的圣山。圣山，一定有一定的。我们去投啊！阿碧姐姐嘛，这个她可以投，然后小齐呀。我们来到了石门哦，雪门。好，那对，好，那我们三 OK。可是你上次有经过这段吗？你安个房子，啊，这下面不是经常这？嘿呀，随便。在休息的、哦、而且以前我们早期拜哈 是先跪下去再下去，没有，现在他们都是直接这样。供电了，传得很大声啊！可是我是觉得青海对比西藏还要累，还要累啊，因为那边海拔更高，而且走的路线比较漂亮，所以这边下去也很陡吗？我们走的应该就是这个，它这里很陡啊，风景又比较少一点。对啊，就是一直走这种石阶啊。嗯，等一下拍个照，好，哦，太真水点了。
今天这个路线很漂亮啊，我喜欢，走起来又不会太累。要登顶了，要买高祖公的那种。那你那地方撑起来之后，对你脚那力量就不会对，没有。像我就是，我不是跟你讲，我就是在这里。对，这段就是一样。右脚。哦，这边还有啊，还有那个杜鹃呢、啊，嗯，好啊。哇，骑了骑好大哈、啊。想飞，马拉邦山雾大不大？开始骑了，中间有没有风景？看几眼，可以多看几眼，对啊，可以再就上来。这样起雾就是代表还可以再来啊。大概要上来，大概要11点以前才不会起雾，看不到。对，你知道超过11点半，几乎都是起雾。这好像是走入云海的概念了、啊，云海里面就变成这样子。你今天说妈妈加油，谢谢。好厉害，好棒。妈妈厉害，不是她。然后那个台湾区那边哈没什么人，没假日都不会来，就那边走起来。这是个景点啊，这他有讲啊。石门。石头啊，嘿呀、啊。只能一个人过的石门。那他的资料上，我们去 ABC 一样嘛，我们有人这样一直哀哀叫不想走啊。是，真的下面，其实只是界貌是山，那个也只是顶帐篷而已。对呀、啊。一直的地方。你这边又出现太阳了。嗯。这么神奇。没有。对呀、啊。都处处是美，处处是美景。那回头一看又不一样的景。刚刚上去，我还没有注意到这一段地上是黄色的叶子。嗯、现在回程一看，哇，好美哦。对。然后又带一点雾，然后光线又在，这一段很美。嗯，这样子的情境下，我们的野餐100分。哪有？
又起雾，哇，这太棒了，这叫人间仙境。今天真的是太美了，运气好啊，非常。哇！他都打四折，那天在那个卖场看到打四折，我一直怀疑是不是四折。因为那时候买的时候都地卡都还没有。你要行在哪？我想你要行在哪？太怪异了！他跟我讲说，我在那边等你。我说我在这边等你，你去看看。你们这人好坏啊！我在等你这样想，都不告诉我。这声音呢？所以我们就这个雾太浓了，就滴下来了。下雨。我们的小三了。哇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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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弟弟，你有练过？妈妈有练过，你别说我又来了，沿路这样背他、哦。对啊，背上背下。他也蛮厉害，他也抓得很好、啊。对啊，这弟弟也常常练，对不对？对，他第一次做，他第一次做。是阿布，那妈妈有天生的，阿布好练过。拜拜，拜拜哦。好厉害，好厉害，真是厉害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拍拍照，拍这个好，这个好。这个这里好，我们来。很重哎。那个我们那个阶梯式的。啊，阶梯式的，你之前就过来，那个小朋友是做吧？哎呀，手机放好，再见。哦，可以。未来对。你今天安琪是怎样嘛？不负责。嗯，他身体，他好像哎呀。他说他第一次嘛，其实他如果第二次，他应该买那个登山背包。哦，对啊，就是有一个可以这样做。这小孩可能小孩子坐的吗？坐在上面吗？对，小孩坐在上面。其实这样，他妈妈可能会比较好。这个厉害，因为只有老外避免受伤了。还有一点太大了，也会太重啊，不行。真的哎，那个天气以后多变就变化。马上那个冰起来，起风了哈、哦。对呀、啊，不是冷起来，是冰起来。可是你说最后很神奇的是，偶尔还出个阳光哦。对。哎，小心。蛮神奇的。哎，你看这边站，看起来很漂亮。
那天家里烧母一只，那天我们这里稍微来了一个变化一下，稍微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岔路，我们故意走一下岔路。好。他家里烧我都觉得是自虐，自虐。这里吗？对，走这里。这里变化一下。我就觉得，不用嘿嘿，就好了。好，对，不会，不会嘿。这个山就说，哎，你下次再来，哎，可以啊。所以我问你，你有来过，你就会讲。我们要从这里下去。从这里下。来一个小小变化。外套也拿出来穿。对啊。我也要拼一下。我以前都爬焦山呐。哦。我哥哥已经去过了。去哪里？下次带我们去健康林。师兄，你爬过？没有，下次才要去爬。啊、好，下次我带你们去爬。嗯，都是山路啊。开几个小时啊？开四个小时。四个小时。像我同事前几天爬嘉里山，他就说他从台北日三四点就去。看个人。可能。某一种鸟还是某一种虫。很有意境啊。没走到这边吧？哎，可是哦，你看我们已经走了两个登山道啊，你比较看看，哪边的？那些年我们一起爬马拉邦山。今天呢是几号？一月二十八。哪一年呢？哪一年呢？110年2021年1月28星期四。对，就是那一年。就是那一年。对。停，我拍张照片。哦，这里到了上湖登山口。你要走事先的路线图先规划好，会议。马拉邦山圆满吗？马拉邦山圆满吗？谁的？对，帮忙拿的，哦，好厉害。